这次任务一点信心都没有。只要是他听我的，然后我们好好配合的话，好好沟通的话，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可以完成的。咱们两个谁也不会听谁的，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主意。今天俩人来到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，开始他们保卫爱情的任务。你们好，你们看一下后面这片水域，一会儿你们两个人将一人一个桨划皮划艇到达目的地，这个距离是5公里，但是呢我们皮划艇是漏气的，所以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祝你们好运，加油。刚觉得这个任务的时候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一人一个桨，我当时就能想象得到船是怎么样的走向。今天水面上有很大的风，这无疑给两人合作皮划艇增大了难度。现在还有一个小时，这船就真的是没气儿了。快呀！当撒气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内心就特别的害怕的，都要崩溃了，因为我们两个人从来都没有配合过。你往那边走。我这样，那咱俩不就一下，咱俩一人都腻着了。那不得往前走点吗？往后走，往后走。任务开始了，由于被拔松了气阀的皮划艇，只能在水面上坚持一个小时，所以弄得两人手忙脚乱。经过简短的沟通后，俩人虽然制定了划船方案，但是方案好像并不奏效。哎，你。你，哎呦！哎，那问题又往回反滑了。你这样不动，你等一下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把车的宣传键调整了，一二三，走，把肩膀了，往前放。哎，这样吗？啊，这什么呀？啊，怎么这样？你就这样往后滑。对，是这样对吧？对。哎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太厉害！又和你这个。我这这样子，你这我这样子，咱俩不是就转了圈了吗？呀，这不就中途开始转圈了吗？那根本就不对啊！你这说了，我一直在救你，好不好？越来越严重了，我操！时间过去了20分钟，一直在漏气的皮划艇表面已经显得有些褶皱，而此时的两人还没有掌握合力划船的技巧。你又转圈了，你听我指挥行吗？当时船在打转的时候，是我们两个人是很难达成共识的。其实就像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是一样，永远是这样，他从来不听我的。你又不动了？你咱俩现在的步骤完，咱俩现在步骤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你这样，咱圆一下了。然后你看，一来你，一二，然后你来一，我来二，好吧？来，一，二，二，一，二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呀？我是故意的，你说你干点什么去？哎，我是故意的。剩这一个，咱俩怎么划呀？哎呀，我当时他把桨弄掉了，其实就像他生活一样，什么事情。
船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挺感动的。当时下水以后，那个温度只应该只有这个6度到7度左右，非常非常的冷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它挺让我就是特别踏实，然后挺是那种依靠的感觉。我自己觉得挺欣慰的，挺爷们儿的。没事儿吧？哎呀，今天的皮划艇任务结束了，在这短短的半天中，让平时不断争吵的两人变得相互扶持与配合。希望他们通过今天的任务，能够懂得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。